漂亮，就是因为他说他小时候就被霸凌，就被传谣言，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人生就是一直有一些有谣言在他身边，然后他对这世界的价值观就有点改变，然后哎呦这么难过，然后我就想写一首歌给他说，就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来定义就好，不要用别人来定义他。OK， 没关系，其实今天是个很温暖的局，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温暖。我觉得我声音很有磁性，来点 R&B 好。OK， 今天是今天虽然现在才两点钟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大家可以一起听到这种感觉。尝试让自己放开，就是下午的感觉。你们想象现在其实已经十点多，快十一点，要回妈妈有点想骂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听到那个感觉。OK， 好，那这首歌叫做，希望等一下我大家唱，你们一定也会唱。这首歌我也还没取名字，好，大家可以听。Cool。多少的快乐，在那个夜晚以后变得洒脱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也心疼被别人忽略的你，每当我看你双眼，在一遍又一遍，已经听到你内心的呼求，说哦嘿呀咿哦嘿呀咿哦嘿呀。过了这么久也算得挽回，那又怎样呢？也不是没有一个人过。不想再为了迎合别人放弃所有爱我的，就脱离这心灵的枷锁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躲避了。需要再躲避了，再也没对策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躲避了，再也没对策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。刮风下雨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没有人难靠，请你定义你的价值，再次回到属于你的自由。说哦嗨呀咿耶哦，嗨呀咿哦嗨呀，都过了这么久也算了挽回，那又怎样呢？又不是没有一个人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躲避了，再也没对策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躲避了，再也没对策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。
answer. Make some noise for Wet Court. Thank you.